高雄农改场经过为十平年，育成的国内头几代繁育天青兰品种，高雄一号主攻是罕见的防斑嫩叶天青兰，无论是用在植叶，也是盆栽都当合适。尤其拿来做植叶用干下，插体红的红哦，会比一般的绿叶品种耐病加一到两礼拜。沿山以中南米族的龟背乌。经过高雄农改场研究人员，以伽马沙线右边总算育成国内第一个繁育龟背乌品种。高雄一号树港未来除了做得提供国内产业市场以外，还做得全国国外的订单。在103年选到这个高雄一号树光，那主要还是想要作为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个切叶品种，然后可以外销到日本或其他国家。真实名的喊做天心兰的龟背乌。台湾原本只有一个绿叶品种，至于新育成的高雄一号树港，如何属于黄斑的龟背乌，同时叶面方的黄斑，原本天文光线改变，是相当罕见的品种。就是绿色跟黄绿色的斑点，那它斑点非常稳定，那会随着光线的关系，这个绿那个淡绿色的斑点会比较深黄。受限于台湾的气候环境，繁育龟背乌更加还无法采用种的方式。唔过，高雄农改场已经建立组织培养繁殖技术，未来做得透过集中的方式提供产业发展利用。客家新闻陈文林，屏东报道。